又一位生长于台湾的女诗人席慕容，她在没有见过的故乡中说，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听父亲讲故乡的风光。冬天的晚上，几个人围坐着，缠着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诉说那些发生在长城以外的故事。我们这几个孩子都生在南方，可是那一块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地的血脉，食物往往就是人们从昨天走入今天最为持久的链接。炒米，蒙语叫蒙古勒巴达，它是用梅子经过蒸、炒、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。炒米中的膳食纤维与维生素异常丰富，即使不吃太多的蔬菜也可以补充维生素。牧民们不可一日无茶，也不可一日无米。米在奶茶中变得松软，仿佛刚柔相济的玉眼。素有暖穿皮子饱吃梅子的说法，是放牧行猎的必备。乌日末是奶皮子的蒙语译音，是将鲜奶烧开多次扬沸，将奶冷却而得，在2至30摄氏度的房间里放6到8个小时后，奶液逐渐变成凝奶，上面的乳油可提炼为黄油，余下的放置几日变为酸奶。酸奶的最上一层稠性的叫乌日末，意为奶油。奶茶已渐渐冷却，然而哈斯一家却顾不得吃早饭，因为一头生病的牛让他们全家忙碌起来。喂，我还觉得你闲。
子班级的。住。啊。无论是牛还是羊，都是哈斯一家得以生存的根本，这是全家的收入来源所在。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地理位置放牧，都是考虑交通上的便利。或许是草的长势不够好的原因，今年羊的价格有所回落，每只不到1000元。但是自家的奶制品还是不愁销路，只是每次不能制作更多。炒米、奶茶、奶豆腐，蒙语称为茶干伊德，汉语的意思是白色的食品，是蒙古族食品的百食之长。奶豆腐蒙语为胡乳达，是用牛奶、羊奶、马奶等经过凝固发酵而成，形似豆腐，有的微酸，有的微甜。这是距离哈斯家10多公里的萨人格日勒家，家中的女主人萨人格日勒正在制作奶豆腐。奶豆腐分为生熟两种，是奶的精华，蛋白质含量高达70%，可直接食用，或水蒸、火烤等方式食用。熟奶豆腐的做法是，把熬制奶皮剩下的奶浆，或提取酥油后余下的奶渣，放置几天，待其发酵。当奶浆或奶渣凝结成块时，把多余的水分过滤掉，然后将固体部分在锅里文火煮，边煮边搅，直到粘着程度时，就可以装进模具压制成型。生奶豆腐是把鲜奶发酵，使其变酸后倒入锅里煮熬，奶浆就变成老豆腐形状，然后在纱布中挤压去水分，装模成型。
食取自于身边的牛羊马匹，也取自于日月。时间将食物凝固风干，也就是这质简的饮食使他们的脚步可以留在天边。他们把家安置在天边，在这样一个季节，亲近阳光、微风和碧草，那么如何为眼前这片辽远的天地来命名？天地长白之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正在播出。无论是哈斯一家还是萨仁格日勒一家，现在的居所都是一片叫夏营地的地方。他们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在夏营地之外的固定居所居住，就在这其余的时间里与这片广阔的草原接近，仿佛又融入了千百年来的游牧生活。
泉水在草原显得格外珍贵。哈斯家的用水需要到30公里之外来获取。水滋润了草原，也恩泽了草原人家。每日必不可少的奶茶，也需要水的参与来完成。蒙古族奶茶，蒙语叫苏台茄，用青砖茶或黑砖茶加奶熬制而成。煮茶的器皿是铁锅，奶茶微咸。清朝康熙年间，内地一些商人携带茶砖、米面、布帛杂物等来到草原，其中以米面、布帛直接换取皮毛之外，其余杂物均以茶砖定其价值。砖茶有24、27、39之别。所谓24，就是每箱可装24块茶砖。39茶当时每块当作1元币通行。一些商人深入到偏僻之地，以一块茶砖换取一头牛、一只羊的事儿，也并不稀奇。饮食即使远离城区，也少不了与现实生活的融合。哈斯一家平均每周去城区市场2次，交通的便利打破了辽阔草原的阻隔。都你们来了吗？我们来了。毡包各自点缀了辽阔的草场。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个特殊的家安置在坡上草原。天地长白之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正在播出。在隔日朝鲁的夏营地中，还有更加远离尘嚣的所在。但无论怎样偏远，在今天，或许转动着的车轮会把你带到
草肥水美的牧场。如果说按你的鼻子说，你也拿着吃。哎，这个是。包巴图和他的同伴已经有四年的时间结伴在这里放牧，他们是同学，也是在这半年当中日夜与牛羊相守的朋友。300多，怎么想起来用这个车不用那个蒙古包啊？那个蒙古包反潮啥的是吗？下雨还得漏。啊，反潮是吧？这个还可以开走是吧？可以开走。经常搬。经常搬。哪块儿好，早上好，哪块儿去？哪块儿舒服上哪块儿。7月3号23时至4号14时，张掖市普降小到中雨，局地出现暴雨天气，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，造成肃南县城及肃南高台两县的5个乡镇、38个村、1565户受灾，直接经济损失6350万元，无人员伤亡。天气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。天气的变化对于马群、牛群、羊群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张掖市委市政府要组织好救灾防灾工作，虽无人员伤亡，但要注意次生灾害，对近期降雨特别是短时强降雨带来。对于身边的羊群，额尔和木巴雅尔觉得他们与羊是一同在成长，通过羊得到皮毛御寒，依靠他们积累财富，延续生命。这是1000多少？1400多。今年的这个羊毛的价格怎么样？羊毛价格比去年强点。现在收的是3.5块。啊，1400多只应该是。也就平摊了2000来斤嘛。也是7000多，8000块钱。嗯，6000多，7000块钱。8000。阿拉金别个阿拉呀。小牛一只。Thank you.
相随相伴，日久便不陌生。每一天数羊的过程中，哪一只羊不见了，哈斯便会很快分辨出来。在哈斯眼里，每一只羊有着不同的秉性和面孔。羊群穿越草原，使寂寞的草原有了灵动。也许就是这辽阔天地的灵动，促使台湾诗人席慕容在2000年应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之邀，写就了《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》。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，让他在天涯海角也总不能相忘。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，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。在今天的隔日朝鲁夏营地，我们虽然看不到大河的浩荡，但却能嗅到草原的清香。席慕容曾记述，6岁那年，远在德国思念家乡的父亲，在异国的土地折断了一根草，很陶醉地说：“对了，就是这个味道。”父亲的草原，母亲的河。无论是否身在草原，只要曾经接近它，便有了清香的记忆和长调飘过的悠长。